中。今天第一条，不要让他过去那边，过来。Oh, come on！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Jack。今天我们又出来钓鱼了。今天的话，我们目标鱼当然还是黑毛了。一大早我们就攀山涉水的，就过来这里钓黑毛了。今天的话浪不是很大，但是就是一个大高潮。那个我觉得潮水挺好的吧。然后我们去的话应该是顶潮，准备一下呢，它就应该开始退了。然后的话咬口应该是不错的，然后希望期待一下我们今天收获吧。我们看看有啥鱼。好，我们看一下窝料，今天也就是面包加燕麦再加虾粉。好，然后这是我们的燕麦，如果再加点虾粉，然后我们就可以正式开钓了。我现在这边加虾粉的时候，就是稍微提供一点味型，然后呢用它粘稠一点，这样就比较好钓。因为直接用虾粉的话是太贵了。哦，对了，忘了跟你们讲，那个我最近那个 GoPro 摔坏了，然后中间的话会有一个白点，那因为我把那个镜头弄花了，那天去钓鱼的时候不小心摔在地上，然后把那个镜头摔开了。然后最近的话我会找个时间去修一下吧，但是现在是找不到地方修，是这个问题。好，准备完毕。今天的话我们会用半游动，我那个是1.5号的那个阿波。今天的话浪不大，但是这边流有点大，所以我用的是一个比较深的那个比较重的一个阿波，1.5号的阿波。然后钩子的话还是4号钩子，然后弄了一个滑铅吧，可以让它顺利到底，然后再加一个6B 的咬铅。期待一下我们今天啊，希望会有鱼吧。今天第一条，今天这个流有点大。流大的话，就鱼的力量会比较大。放在那边就行，等一下再拿吧，放在近处就行。啊？好，对，第一条，顶着日出，
好，放生放生，白猫一般我都不留了。重，哦，Kevin大的，哇，哦哦，谢谢谢谢，别急，别急，别急！哦，哎，脱了，脱了，脱了，没事，没事，他一直往石头那边去，应该切到线了。没有，那个流水太讨厌了，它一直往那个石缝里面去，这个流水一直往这边走，它一直切我那个，带我到石头里面去，气死我了。哦，中，中。哇、哦！啊，今天是怎么回事？没有一条能拉上来的。钩子断了。又断了。啊！哇，又是大黑毛。钩子断了还是线断了？就是它已经吃了之后，可能咬到线，我打太慢了。哇，中，哇，又是大的，哇，哇，非常大这一条，不要让它过去那边，过来。哦，啊哈！为什么你知道吗？啊？这里是石头啊，就这么一圈。哇、哦！啊！非常非常的大，我的！啊啊！没有，刮了，这个是啊，好晕啊，啊，吊不起来啊，超级郁闷的，啊，今天口这么好，哦，没事，不是刮底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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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错，怎么会刮底呢？
哎，本来怎么老刮底啊？哦，这队友同城了。呼，哎，真的可惜，刚才口那么好的时候钓不到，现在已经口已经变没那么好了。中小鱼，这条不大。哦，吃瓦里，哎，真是。好，今天我们第二条鱼，继续放生。重啊！哎，算了，今天我是钓不起来了。我刚刚又爆了一口，我不知道干嘛。今天我那个鱼都拉不上来，这口还是两下就断了。大鱼，大鱼！啊，这条是 bream。还是不太会用抄网啊。一条30多的 bream 吧，还不错。今天的第一条。我还以为是黑毛呢，结果黑毛又是毫无收获。中了小鱼，黑毛，哎，哎呀呀呀呀呀呀！大的拉不上来，只能拉些小的。这条够小的，小黑毛大概也就20多吧。两条，不错啊。大不大？那个鱿鱼须来钓了。哦，对对对对对。还可以，中 size 的，又是黑毛，哎，但不大。今天第三条，第四条鱼吧，然后第二条黑毛，还不错，最小一点，这条可能勉强都够，不够，可能大概。26、27这样子吧，放生。
就是这样子，每一次都是没电的时候才中鱼。然后刚才没电了，然后我想说那饵就不拿上来了，结果中了一条鱼。每次都这样子，大概30多的 brim 吧，也不错，还不错。今天我们的第二条可以拿回家的鱼，大鱼大鱼，这条非常的大。Come on！ 又被干断了。不大，小鱼，小的小的，哇，彩虹鱼，其实就是小，大黑毛都拉不上来，只有这种小鱼能拉得上来。我刚才又中了一条 brim， 你拿一条回去吧。哎，我是鱿鱼头，这条小的彩虹鱼我们就放生吧，不拿了。今天大概就是我们的收获了，今天我都被爆了 N 口了，郁闷死我了。然后第二条那个 brim 的时候，不仅拍没拍到，然后收拾鱼货的时候，估计他还从网里面跑出来了。哎，就是今天是够郁闷的。好，然后收拾一下垃圾带走，然后我们就先撤了，结束。现在的时间是11:46，然后今天我们结束了。今天的潮水跟浪呢，我可以讲说今天是完美的，0.9的浪，然后潮水的话也是顶潮开始退潮，所以今天潮水可以说是完美。但这个点呢，我觉得我们选的稍微有点差了一点，因为真的前面这里有一大片那个石头。没法正经钓，鱼一吃了之后就往石头下面冲，就造成很容易爆线。基本上今天我中了大的黑毛，没有一条能拉上来的，有一条拉上来了接近水面了，还是被爆了。今天真的是非常郁闷的一天。好了，那我们下次只能希望可以选一个好一点的点吧。今天我们视频就到这里了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次见吧。